教授他们为人妻的道理，他们可好，把这么大一颗白菜塞进我嘴里。母女无人，哪有这么大呀？你看，他承认了吧？他们就是把白菜塞进我嘴里了。全是我塞的，连做别人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都给我打够20板子！啊！ 太不像话了！你看，这真是……塞我嘴里呀！打完了，怎么样？疼不疼？疼坏了吧？你不也挨一板子吗？背上疼吗？我不疼，你看你站得起来吗？郡主，他是没挨打吗？习武之人身体硬朗。少主到。 我今天犯下大错，或许要以命抵债了。再心送不出去，遗书总可以吧？午饭大计，或许准备8日抬棺。 够气势！你是猫吗？你才是猫呢，走路都没声儿的。照你这么写，得像猫一样有9条命才够抵债。听说你被扣了月钱，还被罚跪了宗祠。对不起啊。 钱确实扣了，罚也确实罚了，但这不是你的错。你真这么想？小的时候，我在私塾爬树、打槐花，我娘被请过去了，结果我娘却跟先生说，不能扼杀孩子的兴趣爱好。 其实，那次没有打到槐花，反而摔伤了腿。我回家，我娘也是这么给我擦药的。你真像我娘。
我的意思是，你的感觉像我娘。一会儿，哎，你这手碰我脚了。哎，自己擦吧。哎，少主，哎，我不介意。少主，我介意。这人。少主啊，这是小人为您最新研制的槐花点心。都是刘大厨做的，看着就好吃。小时候我在私塾爬树打槐花。刘宝全，我看你现在跟侧夫人走得很近嘛。宋姑娘，您这话可不行乱说呀。哼，不是宋少主，我这。哎呀，宋姑娘，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哎。单纯又走在了。侧夫人，少主这是正事儿，要不您。你也知道单纯红烙的事。嗯。小时候听说过一点点。季川汛期时也偶有水患，特别严重的时候，家里雇人都会挑难民去雇，因为那个时候会比平时便宜30%，甚至便宜1/2呢。还有什么？再说说。一旦遇到水患，爹娘就会把田围起来，然后把屋子和粮仓都围起来，还会养狗。为的就是防灾民抢粮，伤人毁屋。难民欲在外逃，天灾结束之后会溜扯不到10%，轻壮都留在异地安家，长此以往，耕民流失的问题会愈加严重。这是刚刚配好的生骨肉，吃了长头发。白夫白夫，一定要保佑天下的老百姓们福气满满，平平安安。呦，你能进厨房，百夫也沾光了。什么厨房？真什么光？刘宝全十年如一日，就不会什么花样，哪来那么多新菜？我错了。抬刀，没人怪你。刘宝全可是软硬不吃，短短几日，你竟然把他搞定了。没有撞不破的南墙，对症下药就行。你是怎么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你的？不知道的。还以为你也喜欢我，也不是没可能。你是罗吗？对不起啊，但你也不能这么吓人呢。我发现你这个人吧，一有心事就喜欢耍人玩。我也没有耍别人。说说吧，遇到什么难事了？作为侧夫人，是应该为东家排忧解难的。原来是这事儿啊。你有办法？这需要什么办法呀？用真心就行了。你试着不要把主上当成你东家，他是你的家人，跟家人说话坦坦荡荡就行。家人，我炸了，居然连狗都不放过，还拿来博真格格欢心，我绝不让他好过。姑娘，我第八回听您说不让侧夫人好过了，可您啥也没干呀。
们的计划是，你写一封假的情信，然后藏在这儿，再让苏总管带人来查，就说李薇与人私通，对吧？我在屋里都跟你说半天了，你怎么还问呢？哎，等一下，主子，又怎么了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李薇的字那么丑，你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怪认真的，六少主一看就不是李薇的字迹啊！你怎么不早说？我这不是看您斗志昂扬的，还吹自己妙计天上有地下无的，小人哪敢多嘴？那你现在怎么又敢说了？死到临头，怕您连累我喽。六少主一定会认是李薇照顾不周，治他的罪。那就让我把百夫折磨得面目全非。六少主小心。怎么成这样了？疼吗？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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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侧夫人，你怎么把百夫搞成这个样子？他不是我。哎呀，这种小孩子把戏是谁做的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啊！本来要去陈醒，还有些紧张，看到他这样，我反而好多。不用紧张的，跟自己的父亲说说话而已。要是还紧张的话，吃个糖就好。你这身上怎么那么痒？有证据吗？啊！满院子除了你，还有谁会玩这种小孩的把戏？还好你歪打正着，消除了少主紧张，做得不错，下次别再做，把他恢复原样，对他好一点。在这给我装什么大度？你等着吧，我绝不让你好过。李薇。你看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，甄哥哥都把自己闷在屋里不出来了。就是侧夫人，不是我说你啊，那少主本来就没有在船主身边长大，本来就被忽视，您闹这么一出，那不是让少主的处境雪上加霜吗？就是什么雪上加霜啊？就是少主您怎么在这儿呢？您没在房间呢？少主您没事吧？船主他是不是责罚你了？我替你打李薇出去。船主很高兴，嗯，着令我承办中秋宫宴。真的呀？真的。来，请你们喝酒。太好了，我们少主终于被船主赏识了，快快快快，坐，喝酒。哎呀，少主你也不能喝酒啊。请你们喝嘛。好，我们不醉不归。一杯，两杯，三杯，那您就看着了啊。我们喝。闹啥？哎，没关系。来，侧夫人先敬一杯。哎呀，苏姑娘，我也可以。可以，来，那我们一起祝贺少主啦！来，敬您少主。恭喜张哥哥。
中秋佳节至，倍感思亲。犹念母亲手持乐团，中秋宫宴，吾若能助六少主操持得当，或可面见新川主，求得恩赏，令家人进宫团聚。又其六少主待吾亲厚，无需忧心。爹娘也没办法寄信出去，只能用家乡的方式对你们表达思念了。寄不出去后，就按照季川的规矩，对着月亮，用红豆把家书压在窗台上，遥寄思乡。小人特地誊了一封，请少主过目，好知道他的动向。我不是说了不要偷看吗？我是大大方方看的呀。小人知道这样不好，但我就是想告诉您，侧夫人已经不像之前那般胡闹了，她还没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就是想家。说您对他很好，让父母放心。他是很想家吗？当然了，每逢中秋倍思亲，这会儿侧夫人正在厨房做乐团呢。那这样吧，以后他写的信，你就借口说是我写的，给他送出去啊，别让别人知道就行。嗯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嗯。就按少主说的办。侧夫人，咱们可得赶紧收拾，要是被苏总管看见，那可不得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被发现，我也不会出卖你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，少主明鉴，这些都是侧夫人干的，与小人无关。谁干的这么重要吗？侧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大家伙没事吧？那就收拾啊！少主，我有事要跟您说。昨日您说，新川主将中秋宫宴交给您办。是。那这件事儿能交给我办吗？这是意外，少主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我已经想了很久了，保证给您办得妥妥帖帖，别出心裁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，可以吗？拜托了。可以。真的，少主你真好。那我先去忙了。等等。宴会场地的人员，我会帮你安排好，不用担心。苏晨。侧夫人，侧夫人，我刚才害怕，我没注意的。
人间眷恋之味，温一壶清茶看时光静美，心花流水看鱼儿飞，且敬眼前美酒一杯，为心之所向年岁，煮一更朝露饮明月星辉，冬雪纷飞春风同醉，任有诗情画意相随，时间中华秋月千红百媚，与你相遇是最大的欣慰，看万家灯火烛影幽微，又一盏静待我归，寻常一书一番的多姿多味，每日因你相伴才最珍贵，恰是好时节红梅青梅，人间的滋味不过晨昏相对，为心之所向年岁，煮一更朝露饮明月星辉，冬雪纷飞春风同醉，任有诗情画意相随，时间中华秋月千红百媚，与你相遇是最大的欣慰，看万家灯火烛影幽微，又一盏静待我归，寻常一书一番的多姿多味，每日因你相伴才最珍贵，恰是好时节红梅青梅，人间的滋味不过晨昏相对，寻常一书一番的多姿多味，每日因你相伴才最珍贵，恰是好时节红梅青梅。村主，村夫人，何夫人，免礼。各川夫人的家乡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，所以这次的中秋宫宴，我们就托他们准备了特色菜，变成了这一桌饮馔。哦。我还真不知道这贵人在上竟然会有一个侧室说话的份儿。无妨，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。继续说。此次说是宫宴，不如说是家宴。一家子吃饭，若顾着规矩只能吃自己面前的菜，反倒是拘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口味，有的喜欢甜，有的喜欢辣，所以这次我们准备了九川的美食，大家挑选自己喜欢的，再进店入席即可。好。川主、川夫人，这边挑选吧。这个不错。哎呦，这个好，你瞧这颜色啊。下呀下，这银仔最爱吃了。你瞧瞧。不错。哎呀，这个单穿，这个是五少主和五少夫人一同做的。五少夫人是单穿人，单穿多雨潮湿，所以单穿人喜爱食用辣椒和花椒，用于驱寒除湿。没想到你这一招啊，
居然能让他们俩凑到一块做事儿了啊！你这个基金贴这么大块，我都跟你说了不好吵了。你坐一个我看看。我都说了我不会，话那么多。辣菜里面怎么能加糖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你们这院里啊，做饭天天加糖加糖加糖加，能不能改改？能不能改改了？单川人喜食麻辣，为何这道菜只有辣椒没有花椒？难道是改良的？单川的青花椒确实有名，但在新川没有这味食材，这是为何？这青花椒极易受潮，不易保存，从单川运至新川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新香味。如此看来，单川的陆运确实是刻不容缓。姑已经派人专门负责此事，待他们实地考察之后，尽快的修建。啊，父亲英明。这些是什么？这是二嫂做的。还请主上和川夫人品尝。老六的什么馊主意，非要办什么九川美食盛宴？方如不会下厨，郝家，不如你来吧，到时候就以方如的名义送过去。怎么还不磕头？这可是给你的恩赐啊。谢少主，谢夫人。二少主的侧夫人郝家也没少帮忙，雕花的工艺更是一绝。这个是苍川的海棠果吧？哎，老三，你少夫人也是苍川的吧？是的，父亲。来了来了，假的。海棠姐，咱们不用再加了吧？这都快溢出来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么快就把菜做完了，咱们还能赖在厨房吗？难道你们想早点回去面对死老三那张脸？该不该加？加他，动起来。苍川物资匮乏，唯有海棠果最为受用，再加上其他特色水果，就做成了这盆水果什锦。苍川干旱贫瘠，农业发展极为不易，以后啊，需多加帮扶才是啊。海棠替苍川的百姓感谢主上。免礼吧。哎，对了，这一些都是你的主意？主意是我的，但这些菜是大家一起准备的。做得很好。想要什么赏赐？小女斗胆，请求川主同意，中秋节之后，小女能与家人见上一面。好，准了。多谢川主免礼。行了，大家都挑选一下食物，随锅静电用膳。是。选的。五少主和静静怎么还没来啊？应该有在多嘴吧。今日老六小两口办的这宴席啊，真是别开生面，甚是有趣。你们二位有心啦。这是儿臣应该做的。要以后宫里啊，天天像今日这么热闹，那才有家的样子。好了，大家都不必拘泥，尽兴就好。来，父亲。儿臣携贱内给父亲和母亲敬一盏酒，愿家户安宁，四海升平。好。儿子和海棠也凑个热闹。敬父亲母亲来。儿臣也敬父亲母亲。来喝。那位是你的生母何夫人吧？要不我陪你一起去给她敬杯酒。她不会希望我去。
银仔，父亲祝您中秋安康。哎，安康安康，大家都安康。来，乖呢，快去吃螃蟹。多放两块。我们家每年中秋节都会聚在院子里烤肉，今年不烤的话，总感觉少一点什么。你们俩有趣的宝宝，我来给你们露一手。哇，厉害呀，怎么是？嘘，山山山山，近点去。你确定没看错？他们死在了火种进攻。没看错。等着吧。好戏马上就来，肉串，我也要，我也要玉米演的玉米，肉串全拿走，太香了。多么！哎，这火怎么这么大呀？这情况他没注意吗？快去救火呀！出来，哎，救火呀！别上来，快拿过来！哎呀，怎么这么火呀？什么呢？今日你所作所为，按宫闱法度，理应重责。是啊，义母，李薇蓄意纵火，危害宫闱是重罪，应该把他赶出宫去。哎，这火怎么这么大呀？这情况他不至于吗？宋五姑娘心思转得倒快。早就想好了，要将我赶出宫吧。何夫人，怕是有人动了我的炭火，只用了那么几块炭，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火势？此事蹊跷，求何夫人彻查。哎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，我可没有。义母，你看李薇，明明是她做错了事情，她居然还污蔑我。我只是请求何夫人彻查。宋五姑娘，你急什么？我是听你的画风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你素来是有心机的，也知道我跟甄哥哥的关系。肯定想把脏水泼到我的身上，你心思转得倒快，还拿火炸我。好了，没伤着人，也没烧坏什么东西，此事儿就接过去吧。姨母，但李薇，你私带火种进宫是真，今日你敢违禁制，他日不知还会出什么祸端，须得让你长个记性，就打十下板子。你可心服？等等，今日宴会，李薇策划有功，功过相抵，以我之见，就不用打了吧。即日起，李薇禁足，不可出六少主宫院。再免了他的赏，也就罢了。不，您打我吧，我可以挨打，不要免我的赏，我想见我家里人。尹章，你如何管教妻妾的？川夫人的意思，她也敢驳斥了。出了这样的岔子，受罚的不仅是她，还应该有你。这不关她的事啊。儿子知错。少主，怎么样？李薇，哎，你这人，你到底怎么？
是？明明就是你做错事，你给他惹这么大麻烦。哎，我说你了。回来。方才没有揭穿你，是给足你面子，别得寸进尺。真哥跟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从小一块长大，你不相信我，还对我说这么重的话。金平身上的火药味还没散呢。李威禁足，你呢？屋内静思吧。啊。哎呀。侧夫人，侧夫人，您怎么不掌灯啊？少主啊，怕您饿了，特意命厨房煮了面。哎呦，怎么哭成这样啊？侧夫人呢？来，快擦擦呀！这还是没能保住你的伤，真是抱歉。是我擅自带烤肉进宫，但是我发誓是别的人动了手脚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侧夫人，少主是相信您的，还为了您进了宋姑娘的族。那宋姑娘是何夫人的心肝，说不定少主又要挨骂了。就是嘛。你别听他胡说。哭了吧，来吃口面。这面怎么这么长呀？长寿面嘛，当然长。今日是谁的生辰吗？嗯。难道是？哎呀，就是少主的生辰。这少主的生辰偏偏是在中秋，这么多年了，新成宫上上下下一个有良心的都没有，就没有人记得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那。我吃过了。你再吃点嘛，长寿。我吃不懂了。你不会也得吃啊。你把蛋吃了。今日菜单，谁也不许透露。开动。遵命。遵命。稍等。哎。这是六少主府上小厨房新供的菜。哎，有了。怎么了？神神秘秘的。给你准备了个礼物。揭开啊！哦，六少主天岁天福。这面啊，是我扯的。我们侧夫人力大无比，扯什么都行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？汤呢？是刘大厨熬的。快点啊！哎呀，面，快！加点醋啊！这个配菜和虾是我们周兄弟煮的，还
还有这个面是玉屏玉盏帮我一起和的。我等着。行了，你往那边。有劳各位。可惜了，咱们少主不吃虾日。从前觉得海货腥，但这个虾好吃。真的？说来奇怪，好像自从认识你之后，以前觉得难吃的东西都变得好吃了。多谢了。对了，正好，我呢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送我礼物？我又不会生产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收到了你的家书，知道你想家，我们就过来了。家书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等他家人收到家书以后，把他们接来新川吧。少主，咱可有公规呀，这个侧夫人的家室是不能进宫的。侧夫人有所不知，中秋节前少主知道您想家，特命小人违反规矩把您的家书寄了回去，又违反了规矩把您的家人接进宫陪您过节，所以岳父岳母，快请坐。疼死我！上茶。坐着。姐，你可真能惹事儿！六少主早把我们接新川来了，本来可以风光一把进宫来的，这下倒好，您在新川宫闹了一通，我们就只能瞒着人坐驴车藏菜头，做贼似的进来。哎呀，熏死我了！把我给憋的。没事吧？哎呀，可惜了这种菜。当心点啊！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本身是想你有惊喜，但我……雨雪，叫少主。哎呦，这都一家人了，哪有那么多规矩？他娶了我们家小薇，那还不是我女婿啊？对。那我是不是得叫姐夫呀？姐夫，你看，我们正给少主过生辰呢。女婿生辰？哎呦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，女婿？哎，我得好好的表示，快把我那个红封拿出来。哪来的红封啊？到哪儿找去？来，你拿着。不必了。哎呦，别客气，你就拿着吧。过生辰收红封是我们那儿的习俗。对，必须拿着。那我就收下了。多谢二位。我们家小薇跟我说呀，说你对她特别的好。我跟老李呢也没有什么别的心愿，你们俩好我们就高兴。哎，以后有机会啊，跟小薇一起到我们济川去玩一玩啊，是不是老李？别嫌我们那是乡下地方，回头你去的时候我让老李给你做好吃的，保准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你让他先吃两口东西。哦，对，哎，吃面啊。好。你知道我们家小薇啊为什么做面做得这么好吗？那都是老李教的，所以下次去的时候一定让老李给你做好吃的啊。少主不和侧夫人一家共进晚膳吗？他们一家人难得团聚，自然有很多话要说，就让他们好好吃顿饭吧。傻丫头，要知道今天她都觉得这就是一场梦，梦醒了你根本就没去参加那场什么破选秀，每天还在家里那张小床上睡懒觉呢。她能选上这事儿你确实不可思议。你咋？微微，新川规矩这么多，难受吧？爹又不在你身边，就你一个人，要是有什么委屈，
告诉爹爹啊。对。扣你50枚月钱。李威禁足，不可出六少主宫院，再免了他的赏。我。那六少主气愤的了，告诉爹爹，爹贫江一身寡，也敢把新川主拉下马了。小点声，让咱们家小薇更难做嘛。姐夫要真对你不好，我就打他。行啊你。娘。爹。我过得挺好的。是真的吗？你可不能骗爹娘啊。真的，我在这里交了新朋友，还攻略了同僚，还有一个对我不错的东家，我真的过得挺好的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过得很好。行，你这么说呀，爹娘就放心了。哎，不过啊，娘这话可放在前头，如果有人欺负你了，或者是你受委屈了，必须告诉我们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爹刚才说的也没有错，娘跟爹没有别的本事，贫江这身寡也要把那狗屁玩意儿拉下马。还说我呢，你这用词更恐怖，对，是你性格。哎，快吃饭嘛，吃饭吃饭吃饭，多吃点鱼，最有营养了，又长胖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是，你父母在吗？这不是。我来吧。还是我来吧。还是我来吧。事情因我而起。我是男人，这种事情自然是我来。都是第一次，女孩子家也是一样的。还是我来吧。哎，我来吧。哎呀，我来，我来，你别睡觉，你是少主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一起睡吧。是呀，我们就都不用。大地铺。哦。那睡吧。我吹的。就让它亮着吧。好。你要是睡不着，我们可以聊聊天。既然丹川主让我们回来等消息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今晚还是我睡榻上吧，你是东家，没有伙计让东家睡榻上的道理。好像也没有伙计跟东家睡一间房的吧？这不是五少主在吗？还是睡一间房比较周全，万一传出去惹麻烦就不好。好了，还是我睡吧。嗯，还是我睡吧。
明日还得进宫，看丹川主的态度不太好应付，有的周旋，你好好休息。丹川是九川之中唯一有夜市的，你要不要去逛逛？好啊。你要是不舒服就早点休息。老六，老六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哥哥说一句，是这样，我是这么分析的啊。你说咱们日子过得这么苦，咱们应该趁活着的时候好好玩一玩，明天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都已经拉空了，再拉我怕我饿死在茅房，太丢人了。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，李薇，走，对吧？要拉也得有东西啊，走。哎呦，这也太多了。还行。对。哎呦。吃。大肉串啊！肉串，肉串，肉串来！你爱来，来来来，来个猪蹄要不要？啊，老板最爱炖猪蹄。好嘞，来一个大猪蹄子。哎，您放好。哎，慢点啊。哎，少主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？哟，来了。我去老茅房了，你们转转得了吗？哎呀，让一下，谢谢老板，吃好再来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水果冰粉味道好得很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水果冰粉味道好得很。哎，你们要点什么？老板，我要一份桂圆冰粉，然后几个橘子。哎，橘干随便找。哎，这位兄台，你怎么能让夫人给你剥橘子呢？就是啊，这身为赘婿，让夫人给你剥橘子，简直是耻辱。你误会了，他不是。不是什么不是？好好看着，我给你露一手，怎么疼夫人呢？学着点，好看着。老板，铁刀一用。哎，来，请便。盘来喽！看着没，夫人，请来用。哎，这也太精致了吧！你喜欢？你夫人一看就很喜欢呀，还不赶快学上一学？对呀，这都是最基本的技能，这个都不会，怎么讨得老婆？我来丹川这么久，还从未见过你这么差劲的赘婿，真的是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做赘婿，还不给夫人削个苹果？这么点东西不懂吗？各位各位，多谢你们教导我家赘婿了，我们现在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哎。是我僭越了，我不该说您是赘婿，您不要见怪啊。他们虽然说话难听，但却是真的疼爱夫人。嗯，要是相爱的话，好像当赘婿也没什么不好的；如果不相爱的话，就算是皇命，也是难将就的。
风邂逅云露，月光轻唤红烛，目之所及不过寻常一幕，为何心又恍惚，为何又踌躇，怕你从我眉目看穿幸福，语不清言不悟，心生几分情愫，话不满情不露，何处倾诉眼眸中所属，此时已经烟花微风，万年三为五，往昔写为书，你我心若相知，又何须再多避暑，是不知归途，情深无觅处，心已无旁骛，唯愿二人一心三餐四季共度。坐下你的身子你还逞强，哎呀，这就上回你输了变脸吗？太热闹了。很后悔以前没好好对他，我就感叹以前的打我大概只用了三成功力，不然我现在估计坟头都长草了。射得真不错，上官，不是上官，上官，跟我说。上官，我好不容易来的。上官，哎呀，上官，哎呀，上官呐，你这听我说一句嘛，你说我过来好不容易才见到你，我都已经立字据保证我永不纳妾了，你就原谅我这回行不行？不知道我为了见你，我过不过斩四将，那些东西我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我全都去弄了。我怎么？站住！站住！我都没有问题。抱一下，哎呀，哎呀，该这么解释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姐姐，你别这么吓他，他不惊吓的。静静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吧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过不过分啊？我就是来见见他，怎么？你还想要我性命不成吗？我单川的郡主，其实你想见就见的，除非你经过我们的考验。来呀、啊！比射艺。啊。若你赢了他。就让舍妹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怎么，不敢吗？他敢。我敢什么？我不会呀、啊。会学啊。学什么？我现在来得及吗？不如由我带兄长，比试如何？此事与你何干呢？怎么没有关系？我俩一奶同胞，血浓于水。我五哥确实不善射艺，即便您的女官赢了，这也胜之不武。好。既然六少主下场，就让姑亲自与你比试一番。请指教。但要射船吧。哎，这就是船把呀！那这么近射，我觉得我也行，我来。谁说要睁着眼睛射箭了？啊？玉佩下面系有铃的，听音辨位。
你行，你来吧。这时候分什么你我呀？都什么时候了？我相信你吧，加油。六少主，承让。六少主，请吧。别紧张，输了就是输了。六少主可要愿赌服输啊。等一等，怎么会？六少主的箭射中了玉心。少主，是姑输了。单春主承让，那可否给我五哥一个机会？姑自有安排。小怪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呀你啊！你这肯定是背着我偷偷练的，我没上的骑车课全让你上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不努力还怪我？恭喜少主，太有一套了啊！单春主，姑要与你成婚，六少主很意外吗？单川需要新川帮扶，新川需要单川联姻，这才有了五少主与静儿的孽缘。但如今静儿不愿意了，那就由姑来完成两川的联姻，不也算圆满吗？婚书已经拟好，若六少主愿意，姑即刻命人将这婚书发往新川。求婚的这道旨意一旦发往新川，父亲定然会舍弃你的。单川主，恕在下愚笨，实在不明白您这是何用意。真没想到啊，姑第一次与人剖白心意，对方竟然全然不信。但六少主，姑所说的全都是真心的。谢丹春主赏识，但在下已然成婚，这不便背弃妻子。可姑听李姑娘说，你同五少主与静儿一样，
是被迫成婚，毫无感情，而且他根本就不喜欢你呀。姑的指令，既能保全和亲，又能让李姑娘与静儿两段孽缘得以善终。哼，这岂非佳话呀？我们虽是奉旨成婚，但我却是真心喜欢李薇。他若不喜欢我，也不勉强。但还请丹川主勿强人所难。我也是刚才知晓六少主的心意。六少主这个人还挺好的，我们俩可以试着相处。我不想就这么和六少主分开，请丹川主高抬贵手。姐姐，莫要拆散他们了。姐姐，你现在把他们分开，六少主跟李薇都不会开心的。现在闹一闹过了，就让我同五少主一起回去吧。原本我就不应该这么任性的跑回来的。静儿，姑知道你记挂两川同盟，可若你不愿……我愿意的，姐姐。五少主人也不坏，虽然长得一般，又蠢又笨，脾气也不好，毛毛躁躁的，不温柔也不体贴，体格也不行，连我都打不过。那快说那个但是了。但是，他算个好人。什么叫算是个好人呢？我……总之，日子是过得下去的，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。而且，我还挺喜欢新川的，在那边有李薇这些朋友们，所以姐姐，别为难他们。姑明白了。吴少主，姑的妹妹从前是很爱笑的，可不知怎的，去了一趟你们新川，姑就再也没见她高兴过了。若吴少主是能让静儿开怀大笑之人，那姑就准许你带静儿回去。开怀大笑，开怀大笑还得。这怎么样才能让上官静高兴呢？是不是他们不是还没签够吗？你们俩啊？我虽然这么说，但 我知道，不用解释了。六少主是不想当赘婿，所以才说喜欢我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自作多情的。你怎么了？你胃疼啊？也没让你吃辣的呀。家老六啊，一向是不动声色的，不过你也真行，真能把他气到胃疼啊。让我来吧。你来。疼不疼啊？哥给你护护啊。你别碰。这真的假的呀？你是不是就故意要引起我的注意啊？你捂捂啊。其实我是很能理解静静不愿意跟我们回去的，毕竟新川总是没有单纯自在。我在济川总统里曾玩这个，我可厉害了，从来没输过。
你很想家吗？当然了。那等我们约定到期，你回去有什么打算？可能会嫁人，像我爹娘一样过日子。那个人会做好多好吃的。遇到困难呢，我们会互帮互助，互相商量，永远不会丢下对方。希望那是一个我喜欢也喜欢我的人。二位少主，此番来我丹川的任务圆满结束了。今日姑特地设了饯行宴，为各位送行。多谢川主。在下近几日走访丹川，查看水温，总结了防洪八策，希望对丹川有所帮助。以本地渔民为观测主力，以民防汛，确系妙方。治洪不若防洪，丹川如有所需，新川亦不容辞。姑果然没有看错六少主啊。开宴吧。缺这个。五少主啊，虽然舍妹愿与你回新川，但姑仍希望五少主不要忘了自己立下的字据。与舍妹合婚期间胆敢纳妾，姑一定让你断子绝孙，此后不能人道。丹川主您放心吧，这五少主要是对静静不好，就让他回丹川来当赘婿。那就要看五少主的表现了。好好表现，一定好好表现。各位一路平安。这点小事就不劳烦您了吧？啊，对，也对，那扶我一把吧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啊，哎，少官，这明儿咱就回去了，不行，今天晚上咱俩就将就一下呗。你睡桌子。哎呀，不是，少官，我睡地上行不行啊？桌子小啊，翻身容易掉啊。不要翻身，少官。怎么起来了？快躺下。一杯就爱，就一杯，就醉成这个样子了。
还非得逞能，完全喝不了酒，还硬着头皮喝。你是不是讨厌我？没有啊。奉旨成婚，完全没有感情，根本就不喜欢我。这都是你自己跟单纯鲁说的。不是一开始吗？我们一开始确实是被迫成婚的呀。那现在呢？你自己说的，让我这几日安分一些，等你开府，就把我送回家。你就是我东家，我就是你伙计，哪有伙计喜欢东家的呀？你还是讨厌我？我从来都不讨厌你。不讨厌的话，可否有那么一点，一点点喜欢？我不太清楚。走啊！怎么样，休息的如何？你昨晚喝多了。不记得了。记得。记得。是我这人确实酒量不行，但酒品还可以。昨天晚上五哥和苏婶把我抬回来之后，就睡着了。没了？没了呀，还能有什么？哎，好了，我洗漱了，你出去。你洗你的，不妨碍。你妨碍到我了，跟我出去。哎哎哎！不是，怎么了？干什么呀？到底亲没亲我呀？难道真是我在做梦？他肯定亲了。我觉得是你在做梦。怎么可能是做梦？细节我都记得一清二楚的，不可能是做梦。你也喝酒了吧？你怎么肯定？他就是亲了。他肯定没亲。他亲了。
他没有，就是亲了，肯定没有，就是亲了，不可能亲。啊！他明明就是亲我了，可是我没证据呀。静静，我问你个事情啊，算了，不问了。你问。我有个妹妹，她有一个很尊重的东家，但是她最近发现那个东家看她的眼神有一点昏迷三道的。最重要的是她梦到那个东家对她不轨。啊，你梦到尹征对你不轨啊？我妹妹，不是我。嗯，行，那你妹妹如果只是做梦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但好像又不是梦。尹征真的对你不轨啊？不是我，是我妹妹。我们先忘记妹妹。不能忘记妹妹。好，那我问啊，你妹妹是不是不愿意？如果你妹妹不愿意，那个人还强行不轨，那我就替你好好教训教训。放下放下，别激动嘛。最可怕的是，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愿意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请你妹妹好好想清楚，她对这个东家是什么感情呢？回新川之后，我要怎么面对他呀？时辰差不多了，我们去用午膳吧。吃饭啊！我不能跟他在一张桌上吃饭，我不吃了。那怎么行呢？少主第一天回宫就去忙了，好不容易趁着午膳时间，您可以跟他碰面，你得去。突然肚子疼，去不了了，去不了。肚子疼，肚子疼您得去，你快起来吧。我真的不想去，我真的是不想去，不去。侧夫人，少主请您过去一趟。下个月宫里回声是非，得小心一些。如果有请托的人找到你，最好不要见，理更不能收。少主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呀？不然呢？少主是为了处理护政司的事儿，怕有小人钻空子，所以想防患于未然。下个月要跟不少人要债呢。
从丹川回来，你好像一直躲着我。有吗？李薇啊，我若是做了什么让你不痛快的，请直接告诉我。没有，没有。少主想多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给六少主六侧夫人请安，何夫人打发小人来瞧瞧，宋姑娘可是身体有恙，为何多日未去静和殿问安？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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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